今晚在屯昌慕名来到这个丽雅饭店，听说这里的汤粉是非常的美味啊，走进去试一下是不是真的。哦呦，好，啊，我们是提前打电话才订到了一桌，老板从别的桌给我们匀了半斤肉出来，哇塞，太不容易了。这个是黑猪肉筒粉，筒肠粉。哎，可以的，因为我这个是筒骨的粉肠，他要吃排骨的肉没有，他八个人至少要2000。筒骨粉肠啊，哎呦，好香啊。里面的都可以吃了、就是这个粉肠，你感觉不辣我们就继续熬、因为我不知道你的，我们外地人是吃了，我放在肉里面你马上吃了、我去拿松花来给你、我会拿你的、谢谢老板，这样是熬的汤就香、所以红骨排骨都跟着熬上了。筒骨粉，黑猪肉筒骨粉。等着吃肉啦！好冷啊！那点热汤，那真是美美的，美的不要不要的。我坐一下。好，坐下，坐着演示。我给你录，我告诉你啊，因为这个肉跟筒骨只要香是筒骨熬的香，对，在粉肠里面熬的香，排骨小朋友来，排骨不用熬那么久，来小朋友，所以来你们自己把酱料，好，就先喝汤吃肉，好，我再拿粉上菜，好，三道菜，第一个是这个是筒骨啊，这是筒骨。这是排，这是粉肠、粉肠熬出香、这个肉不需要熬的。好，我的声音都哑了，要是不是说我生意太好了，我是叫那合伙人让你的好，谢谢。因为我们的老客户，他前两天就订的了，他是美联储的，来小朋友，谢谢阿姨，这个肉不需要熬的，谢谢。来，这个吃了啊，好，放松花。放点松花，我再切来。好，粉肠可以吃了，也可以吃。你先试一下。放胡椒粉，胡椒粉特别好喝，泡好了，给点细寒的。好嘞，好。就这样吃了啊。这个是炸锦酱。炸锦酱。蒜。蒜。橘子。橘子。哦。我先拿酱油来。好。喜欢辣椒的自己配，我先拿酱油。刚喝完了。酱油。酱再加。就这样了啊。就可以了。你喜欢放辣椒就放辣椒，这个汤里面都放松花，好，胡椒粉，先喝汤，我再拿粉来，好嘞，好，就这样了啊 ，OK， 好，谢谢老板，因为你熬的时间不长，好，这样你慢慢熬，一边吃一边熬，好嘞，好，粉肠好好吃，哇，试一下啊，哇，这家真的是太旺了，要不是打电话，真的没得吃啊，从别人桌给我们匀了一点出来，先喝汤，先喝汤。哇，好鲜呐、加点胡椒用暖和。肉蘸着这个酱料。你现在马上坐牢起来吃啊！排骨都会吃，这个粉肠我怕你吃不要你嚼，但是小孩你肯定会好吃的，因为已经熬半个小时了啊。好，我先忙下了啊。好嘞，好，你忙，老板。我帮你舀汤，我帮你舀汤。我先不要。这可是别人隔壁桌里面的。太好喝了，喝完身体好暖呐。又有黑猪肉的香味，又有胡椒粉的胡椒味。肉蒜粉。是说第一趟你先喝汤吃肉好了，这个粉是手工粉的。是熟的啦，就涮一下就可以了。涮了几秒钟就可以了。好。来，小朋友来，因为酸菜没有了，要是有酸菜更好。好。
上次没有了啊。我先不要。啊，好的。这是手工粉，林天加的啊。我先不要。这个粉跟你从事里面的粉不一样的。嗯。哎，是林天加的啊。淳昌的汤粉很有名的。哎，全算到人身上了呀。这粉。因为酸菜这时候已经没有了啊，所以是看人家做酸菜很好吃。隔壁的两个饭店也很旺啊，这人都坐满了。阿强老鸭汤，那边是什么看不清。哇，好旺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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好，吃完了吃完了，哇塞，吃的太饱了，四个人两大两小吃了190块钱。189。